妈妈，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吗？北极啊。不对，是没有你的地方。妈妈，你知道哦，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糖醋排骨。不，我喜欢痴痴的看着你。妈妈，我感动到流泪了。妈妈，你闻到一股焦的味道没有？没有，那是我的心在为你燃烧。妈，妈妈你长得真漂亮，我要出门约姑娘，借我1000块大洋，让她从此再多个娘。妈妈你长500、200、50。妈妈你长得真漂亮，我想给男朋友买衣裳，借我1000块大洋，从此让她多个娘。叔叔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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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哎呀，我妈妈说不要让我要你的红包呀！哎呀，红包你拿着，钱我就收下了啊。走了啊，给点压岁的。哎呀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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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咱大家玩一个游戏啊，猜我手里是单还是双？我买双。哎，我也买双。我买双，我也买双。那我买单吧。先生你好，你买下单吧。来，我放200，你放200，好，你再给我300，那400你拿走，是不是多了100？是。赌100块钱的，我做啥他学啥。可以。开始。我进屋我就没看见这小猫咪，这是毛我整的。9。10。哎呀，这10张才1000块，你这样容易丢，妈妈给你换张整的好不好？好吧。那给你1000块，这样子好点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儿子，你能把这20块抽出来，瓶子不倒就算你的。好。爸爸你放100的看看我能不能抽出来吧。我不信。我的呢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想不想去玩水？想不想去玩水？想。